你在家，我大娘，她打电话告知我，她说有一份法院快递，你过来本人签收。我父亲，现场当场晕过去。我母亲65了，又到工地那去打工去了。我媳妇那家当场都要跟我离婚。2013年4月12号变更的法令，档案材料显示我本人没到，也没有我签字，就私自变更法令。要曹景忠的签字，这个你确定不是你签字吗？不是我本人签字。不是你本人签字？对。这个章呢，刻过这样的章吗？没有，从来没刻过。他给我们提交的身份证是假的，或者不真实的，我们也是受骗的。你们该不是核实？是啊，他关键是我也核实，登记部门他核实不了这个身份证的真与假。